兄弟们啊，这雄河水库两天的鱼货也不知道有多少鱼啊，这放拽这边杆还咬着呢，往拽不少啊，还行啊，来吧。再往下拽，来吧。这个大鱼户，这大鱼户，这里边的鱼多少啊？咱就两天的鱼货啊！哎呦，排吧，哎呦，这给我喷的！正在直播中啊，两天的，看到多少鱼啊？一会儿咱们要一要，好不好？你在这块来查一查多少条啊？应该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有个三十五六日有。大姚都帅，有条帅一条啊！大姚都帅，是不是？要我就说那条二来条，昨天十五六日，三十五六日嘛，没有四十。看这大鱼漂亮不？这雄河的鱼就是漂亮啊，有劲，皮毛也好。这个水面大，四万亩的水面呢。这样麻不过来，这边整完鱼，那边上，抓着捞鱼，这边上鱼。看场上了，咱不管那鱼的事儿了啊，那条鱼咱也不管了，咱先泡到这些多少斤，走吧。我这腿脚是不行了，抬不动。上秤了啊，103斤那筐啊，好嘞，来，又掉了，这玩意儿咋回事？鱼今天还这样哈、啊，打杆就掉，看着没？这边赶着这边装鱼，那边咬咬口，这是第二筐了啊，看多少斤还不知道，一会儿再泡这筐。看这剩下七条是炒鱼，炒鱼倒不大，三五斤七八斤的。兄弟们，这是第二筐，筐里边是73斤呢，这个炒鱼是40斤。